好，这个呢，佢話呢，若果負二三係呢兩點嘅中間點，求 B 點嘅。咁中點嗰個公式就係兩個相加除二，不過你睇清楚邊個係中點啊？呢個係中點，所以負二就會係等於 A 加四除二啦，三就會等於負一加 B 除二啦。咁兩個你其實 A、B 都計曬啦，但係問題只係想問 B 啫，咁所以答案係七。